有啲咩感覺？首先要講嘅當然係我第一個嘅紋身啦，係嚟自一粒四周吹波糖嗰張印水紙。當年我九歲，只要濕咗水貼喺隻手度，編翻出嚟就有一個好可愛嘅紋身。呢、這個就我第一個嘅紋身。接住去到十九歲啦，十九歲當年好流行呢個電影《古惑仔》，當中每一個主角陳浩南、大天意身上一定有個紋身，睇落去特別有型啊嘛。咁我諗啦，咦，我應該紋啲咩好呢？左青龍右白虎，定係心口紋個吉替貓好呢？咁諗下，紋身好痛噶喎。咁一諗，咁諗落下，行到去街市，見到有個豬肉佬身上都有紋身喎。正正就係頭先我所講，左青龍右白虎，但唔知佢心口係紋咗係咪吉替貓呢？咁我行埋去睇下啦。一睇，哇！原來只得個大肚腩喺度對住我笑。嗰刻，我對紋身嘅慾望完全幻滅曬，直至去到二十九歲。當年我認識咗個女仔，佢身上都亦都有一個紋身，係一個貓嘅紋身。我就問佢啦：紋身唔痛嘅咩？佢答我：梗係痛啦，有血有汗。不過呢個唔係普通嘅紋身，係一個一生一世嘅承諾。點解呢？佢繼續答我：喺屋企裏邊養咗六隻貓，六隻貓喺街頭捉翻嚟，六隻貓都係被人遺棄。佢好希望可以一生一世照顧呢六隻貓，所以佢許下咗一個一生一世嘅承諾。佢將呢個承諾紋咗喺自己身上高。佢希望可以好好照顧呢六隻貓，同埋去宣揚呢個愛護動物嘅信息。正正就係呢一番話，我俾佢打動到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個紋身嘅故事。最後，我想問下大家現場咁多位朋友，喺你哋身上又有幾多個呢啲咁嘅一生一世嘅紋身？又有幾多能夠兑現你哋嘅承諾？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多謝大家。Thank you. 多謝。